走。干什么？喝酒。你没看到我？你在我的门口干什么？我在这做生意。房子里下房一会的，房一会。我去朋友家拿点东西就过来了。反正去朋友家拿点东西。我是做生意的，你拦到我生意干什么？你现在又没有生意做。你要这边那个路烂了，过不去。过不去你也得拿你的车离开呀、啊。就一会，没事了啊。就十分钟。十分钟也不得行。哎，不行啊，我找你就放这里。不行也要行，知道没有？放一会，也挡不了你多久时间了。那、啊、你又没有、哦、没有生意，你这不是你挡了没有生意，我等一下就来生意怎么办？来生意我就、哎、我都回来了。哎呀，那路都烂了，我都骑不过去。你两分钟，我怎么那么难？哎，不跟你多说了，哎，不行，我走。走啊！有你公过夜了吗？竟然敢这样的整我！哎呦！我让你走。我塞到你那个什么，我看一看。就公规的，让你放在我门口，我都跟你说了 N 百遍了，不要放我门口，不要放我门口，不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厉害。人家都不在家，这个家伙不在家了也不提早说一声。是啊，哎、老板娘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老板娘？啊，你不是老板娘？哎呀，公母你都分不清楚啊！我是公的，公的，公的。我知道老板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叫错了、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！啊，没事，放这里妨碍你了。怎么叫人了？哎呀，我是顺叫习惯了老板娘啊。哎呀，你要什么？要。就是没有油啦，有啊，来公公家有那么油，昨天加的，现在怎么不响啊？刚才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哎呀，你也坏了，那放在你站下又坏了，对啊，现在回不去了，站里站里站里，哎呀，忘记了，哎呀，老板，怎么去了？来，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，哎，这么烂的油，快点，看一下哪里坏了，好热啊。太热了，快点，赶时间，快点。难道不晒？赶什么时间？难道在这里晒一下它就坏了？我先试试你的车是怎么搞的，看一下。会不会修？那必然会修啦。赶紧啦，我赶时间。看一下是哪个线不见了？哦。你这个火花石用不了了，什么？你这里面的火花石用不了了？火花石啊！啊，那你换呢？哎，换！我昨天那个火花石，他们拿过来拿了七八个走了，我手上没货了，要明天来送到啊！哎呀，你派我没钱了，这不是钱吗？换你去换！我没有火花石，这样吧，村口那个小六那边有一个，你要不你自己走过去那边。我这里面我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又不型号不一样，你看大多了，型号不一样了。哎呀，你开什么摩修啊，零件都没有了。哎，对呀，讲这种黑话，你这样吧，你麻烦你去跑一趟了，我走不开呀、啊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如果怕我把你车偷走到你家，你走不开手下。哎，那我去买了。哎，去。老婆，你在这里看着多。好，你去吧，好热，我不去了，你自己个人去吧。好，也行。对，快点回来啊！啊，要不在这里热死了。美女。啊。今年多少岁了？哎，20岁。20岁，那么漂亮。一般般。热不热？哎，热，肯定热了。走，跟我房间里面吹一下空。哎，我去。去嘛！哎呀，你不要放我！当下你老公的这个安装费我不收了，这行吗？真的？那是必须的。走嘛，你吹一下空调，等你老公去还要半个小时才回来。是啊，他去那么久才回来，在这里热死。对，我们去爽秀一下，空调凉飕飕的，哎呦我的妈耶！走吧，去吧，我都没吹过空调。
哎，你放开呀、啊，不用拉我、啊，哪里受伤不行、啊？行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这个空调还是有点注意啊，凉快了那个空调。一直是吹空调。哎，买回来没有？买回来没有？买回来。哎呀，早说。哎，你刚才进去，你看干嘛？吹一下空调嘛。没有啊，在这里。哦。哎，赶紧帮我装。行，我给你安装一下。哎呀，哎呦，气呀。你看你这个都已经发旧了，黑了，原来怎么弄上去？难怪，啊，现在应该可以了吧？咦，慢点搞啊！行了。我这个修车不是盖的，啊，行，那我们回去了。哎呀，怎么回去？给钱呢？150。什么？150。那不贵呀、啊。那必须的。我买这个才50块钱，你还手工费收这么高了吗？哎呀，我给你修车，我要钱，看我空调去了，我空调费都拿来。你刚才要说不要钱？我什么时候不要钱？我叫你看空调不要钱呢？拿来。150不行，150。行了。啊，一百送你100。浪费你有没有零钱找的？哎呀，快点回去，爷，这么久了，慢走啊。又得美人归，腰好痛啊！腰好痛啊！下次多来几打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